哋要出場嘅呢位嘉賓第一次嚟我哋 Game Live 嘅，咁係遠道而嚟嘅，特登喺廣州落嚟。可能大家香港朋友未必好熟悉佢，但係佢喺廣州喺國外係非常高知名度嘅一個 rapper， 亦都係粵語代表性嘅 rapper 嘅一個代表人物，一個大使，推動大使。俾啲掌聲，我哋歡迎嚟自廣州嘅，知唔知邊個啊？知唔知邊個嗌出嚟嘅 ？Come on，Come on， 都係個 boy。Oh boy, are you ready? 葉師傅 Hello, hello. Hello, 葉師傅 Give me five. 歡迎來到 Give me five. 打個招呼先啊。Hello, 你們好嗎？我是空哥葉風華。Hello, 上面的朋友。我們很勁啊，還有山頂上的朋友。Hello, hello. 山頂上面的朋友。自己再介紹多啲，俾香港朋友認識你多啲啦。好，咁 Hello 大家好，我係空哥葉風華，咁係一位粵語 rapper 啦，亦都係一位音樂製作人。咁今日好開心啦，受到主辦方嘅邀請嚟到香港，可以分享我嘅音樂。咁其實我嘅歌咧一直都係用粵語去創作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除咗好似我哋好多經典嘅粵語金曲啦，咁其實我哋呢一代其實都好俾心機喺度做緊屬於我哋自己嘅粵語音樂，亦都希望更加多人去了解到我哋新生代嘅音樂啦。係啊，我亦知道你係第一個以呢個粵語 rap 上呢個騰訊音樂盛典嘅喎。係啊係啊，一陣第一首歌就會唱嗰首歌嘅，因為嗰首歌對於我嚟講意義好重大，因為其實咧我當時候創作嗰首歌嘅時候喺我。即係創作音樂最低谷嘅時候，後屘就寫咗嗰首歌勉勵自己，後屘就通過呢首歌登上咗騰訊音樂娛樂盛典，亦都係盛典咁多屆第一次用粵語歌去做開場，所以其實幾感動，就一定要堅持。所以啲媒體就推薦你成為呢、這個國內最出色嘅一個代表廣東 rapper， 誇張誇張，我自己覺得嘅啫。咁啊，希望大家多啲認識你嘅音樂啦。好。如果係咪想聽？我佢喺呢個抖音都好多音樂分享㗎，係嘛？都有㗎，抖音同埋我嘅音樂會喺 QQ 音樂。QQ 音樂。係啊係。OK。咁你準備好未啊？交台俾你啦喎。隨時可以。隨時可以嚟啦 ，DJ， are you ready？ 叫 DJ， give me five， 俾啲掌聲我哋嘅 DJ 好嘛？係。我哋嘅 DJ 叫做 Nessie，DJ Nessie 係我一齊做音樂嘅好夥伴嚟。再次 ，everybody， 俾啲掌聲 ，Come on， 葉師傅。好，多謝多謝。OK， 咁就第一首歌送俾大家嘅呢首歌叫做《葉師傅》，希望你中意。頭身起跑，但偏偏冇紋身。如果跳翻喺霍元甲，我就係殘真。冇靈魂嘅音樂，也成共憤。傳承功夫精神，保留住靈魂。帶住耳機閉關專心做緊 mixing hip hop， 好似我嘅成人。跳啊，都會啊，完全聽一個主手。攞咗我一支麥，迎我周潤發，三隻貓太邋遢，技術未合格，加入説唱寶之林，我教佢明白。俾你知道乜係真正嘅 best flow。真正的 good show， 冇 CB 亦建立嘅新高，嘴上功夫帮我
到乜係真正嘅。無掩腳演出真正嘅，俾你知道乜係真正嘅。多謝，希望你哋會中意呢首《葉師傅》。好啦，咁第二首歌咧，其實就係一首我仲未發行嘅一首歌啦。咁我而家最近喺度做緊一張新嘅粵語大碟，咁咧其中完成嘅一首歌就係呢一首歌啦。咁咧就接下嚟會同大家分享嘅。咁呢首歌咧，其實就係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可以揾到你哋內心嘅熱愛啦，揾到當下嘅力量。咁呢首歌咧叫做《等會等到你心痛》。OK， 接住 Let's go。都明白，行過路過，千祈唔係錯過。你問下你自己，一路上究竟錯失過有幾多？擔心你嘅住所太細，又煩得點樣做老細？回憶咗過去，又去擔心未來，其實都好無謂。除咗身體放鬆下，其實心靈都需要放下㗎。忙碌嘅思維，重複嘅課為令你就快要大爆炸。同你打招呼，你話聽唔到，太壓抑就快醫唔好。點解唔嘗試深呼吸一下，再逃離呢個孤島？你究竟等緊乜？係一部車，定係一層樓？一塊數字零頭，發現一個又一個關卡口。就算過咗煙霧盡頭，有時候感覺冇自由，心事多將錯過做事由，將你冇錯過思維拉住手，發現一切就接受。有乜嘢要諗？有乜嘢要等？而家正是你最好的時分。你點解只會記得曾經失落傷心？舊時候你個初戀有幾刻你真？有乜嘢要諗？有乜嘢要等？而今就係你最好的人生，係應該一世記得唔開心，甘心定還是被跌低都要起翻起身？去改變你等又等，或者明天會更好你忍又忍，將幸福寄託喺下呢個時辰，當下觀眾仲要你偏偏走神。其實只需要兩個選擇，做好選擇之後只需要接納，一係接受闖下心扉，一係結束放開各自去飛。難題其實我哋諗得咁難，感受當下原來可以笑得燦爛。你話行得太慢，太過平凡，只不過係太在意心理時間。放低情緒，感受一切嘅神聖，放低偏見，聆聽萬能嘅響應。你問理想到底幾時可以遇見？當你相信每刻神聖已出現。有乜嘢要諗？有乜嘢要等？而家正是你最好的時分。你點解只會記得受委屈同犧牲？舊時候理想點解冇一一發生？有乜嘢要諗？有乜嘢要等？而今世係你最好的人生。你應該一世記得人生，當日出生學行係你跌低都要起翻起身。冇乜嘢要等。送俾大家，等會等到你心痛。大家可以其實飲下呢啲酒真係好正，我啱啱試過。是吧？比较什么？真的？可以开始喝了。不要的。我十岁就喝了。喝菠萝啤。OK。
OK， 咁就接下嚟咧，第三首歌其實咧已經係幾年前我寫嘅作品嘅。咁呢首歌咧就係、是、其實當時係唯一個粵語歌唱比賽嘅節目咧，去寫嘅一首其中一首主題曲嚟嘅。咁點解會寫呢首歌呢？其實係希望更加多嘅朋友去可以去了解到粵語文化嘅一個魅力啦。因為其實有時候留喺廣州做音樂咧，可能其實好多朋友可能都係講普通話啊，或者係外地嘅朋友，其實佢可能唔太了解我哋粵語嘅文化、粵語歌，所以我通過呢首歌咧，就希望更加多人會去中意粵語文化啦，中意廣東歌。我接下嚟呢首歌叫做《不止你一個人》。而家啲人中意普通話，四川話乜話乜話，就係唔中。聽白話，我話佢麻麻，你話我仲 rap 緊粵語，係我太過固執。我話佢自細陪我長大，同我同呼吸氹氹轉。菊花園炒米餅、糯米團，我阿媽參加粵語好聲音，一定係冠軍。由細聽到大嘅歌，我第一個為佢全神。不止你一個人，一齊好嗎？那地浮沉隨風算，尋覓夢想那地，不止你一個人。盼著何時能相見，浮面時光不變。人出去為夢想，佢日日喺度搏，想為華人爭翻啖氣，但最後移民咗去美國。喺本地買樓買車位最實際，揾錢去廢貨，邊度有人仲會擔心佢變成文化沙漠？希望無論你喺邊度，都會記得呢度嘅美食正到永遠係第一。如果問從外地翻嚟，究竟係為乜？每棵樹都有佢嘅樹根，又點會實不是你一個人？那地浮沉隨風算，尋覓夢想那地，不止你一個人。盼著何時能相見，童年時光不變，不止你一個人。那地浮沉隨風算，尋覓夢想那地。我每日講功課，做好餅功歌，再做落去可能會比房東囉嗦。起碼我試過為人過，堅持過自己語言，就算有一日我要唱到瞓街瞓廁所。送俾大家，不止你一個人，愛全粵廣東歌，愛全粵語文化。好啦，咁最後呢首歌咧，亦都係今日特登帶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呢首歌咧，其實我前段時間上芒果 TV 一個節目啦，咁就唱咗呢首歌。我冇諗到發咗上網之後，幾多人中意嘅，亦都同我講話可唔可以帶嚟現場啊？咁所以今日咧特登去送俾現場嘅朋友。咁希望大家聽完呢首歌之後咧，可以發泄出你哋心中嘅一啲唔愉快啦，揾到你哋屬於你哋自己嘅喺呢個繁忙嘅城市。送给你们自己的曙光 OK， 送给大家朝九晚五。每日朝九晚五到底在这里为了什么？交完房租水电伙食都是得翻个吉，浑浑噩噩到了星期六又照上六个一，到了星期一老细讲过电话又不记得，不理提成有几多，我只是拿底薪，又買不起，所以我懶得去結婚。眨眼童年到中年，我都仲係咁天真。等我 rap 埋呢一段，就繼續插到入。食飯又要攞飯表，人際關係又令我挫折，照懶得理咁多。同事又話我太輕佻，上司猛講施壓，我冷汗猛咁飆。點解佢會面慈信？明明個人又冇料，最好笑。次次開會都喺度畫大餅，所有員工冇曬笑，用得老闆笑得最大聲。佢講嘢根本冇人聽。我只是得个惊，惊乜？年底奖金名单冇咗我个名。朝九晚五，怎么自负？加班兼顾，增加天赋，输半球，粒粒皆辛苦，点知工资得个估？虽然发现，总发现也辛苦。
衝動，我自己萬一又好衝動，我用我嘅天賦，乜嘢都要兼顧，工作行程日日一樣排到好鬼豐富，日日一時想我冇聚會想去揾玩家，冇兄弟揾到我好似喺呢個世界上消失，間屋有咁屈質，點解我做表達個格交租燈油火垃圾飯搭車銀包整三個七，自己轉見世界轉變就你發癲，想我從事不斷鍛鍊去到邊可以親手自己作字，老細鍾意我哋 OT， 我係 OT 裏面嘅王子，經我手做每一件事都一定 masterpiece， 諗唔明手停口停，俾啲衝勁收拾心情，出糧嘅一刻大家都覺得最洗劫心靈，有人話希望再明天，其實今日都未必過到，你個大話根本就係喺度扮緊所有細路，只要今晚怎麼自負，加把兼顧增加天賦，書本教我粒粒皆辛苦，點知工資得個股，想發達等到發現也富，送俾大家最後一首歌叫今晚，希望你們喜歡繼續享受今天晚上的一個快樂的時光，多謝。多謝朝九晚五TV5，大家再次俾啲掌聲，多謝，應該香港人會多啲認識你嘅音樂啊！跟住我哋出場，大家等咗好耐啦。